伊叫啥叫林冠中啊？哪只在林冠街吧？我无欢，甲我老弟啊！我家庭无好，你讲你小妹是什么财力，我不会问。你真是要归亲，我唔对。哦，家己人踮在这个地方，我嘛唔愿让你拖下落去。归亲我答应，大哥，我咱代志是要拜托你讲我听我来呀。我甲我二妹在你讲真话，可能交外人过讲，我们要求高老爷出一烧落去抢，来帮忙我。我落地基，将阮落好好埋葬。啊！你来不讲吃我的，我的大我的啊！大只死人把我抛在水沟，叫我给你带你礼物，啊！你实在高老爷。我讲过，我希望你做这个善事帮忙我。你若无，你会死在你的手脚下。对你来讲嘛，太结了。我要求你，你无心地做干吗事好吗？好，啊！你今仔就安尼讲啊。啊，我若无找你外面给我生个风车，你嘛唔好。若要当你领母的样子，我有条件。条件你讲。要当你领母需要用到钱。啊！若钱的好当，我有钱。你若当我的条件，点在阮哥哥白死为奴三年。当讲大事，同我讲到这样面，我不是官官的兄弟，今日变做你的手来的。你今日要逼我为奴？拜无，拜无，拜无，做袂到啦！啊好啊，做袂到上届哦，阿弟啊！我是安怎吃好？